经历过煮过头、一二代、友情、失恋的玩家，是不是开始怀念起地狱的滋味了呢？煮过头 All You Can Eat 要带你们重新回到那个地狱般的厨房咯。将在 PS5 和 Xbox Series X 上推出的煮过头 All You Can Eat 以 4K60fps 高画质重新呈现，并结合了一二代的内容，收录所有 DLC， 有200个以上的关卡，还加入更多新内容和新角色。而制作团队也很贴心的考量到你可能会想和不同平台的朋友一起连线玩，还开放了跨平台连线游玩哦。到底是你真的忘记了，还是不愿意回想起那些玩到崩溃的回忆呢？就让我们用更优质的画面和游戏内容来体验全新的厨房末日吧。